我说你看什么呢？笑这么开心？陈姐，你们南大真是人才辈出啊！哎，不知道谁这么有才。我们学校一个大四的男生为庆祝脱单挂出一条横幅，笑死我了。都是我出的主意，横幅我挂的，挂的，挂的。你好，我叫何燕，这字是我打的。横幅上写着祝贺陆景同学脱单，太逗了。这件事是真的，陆景的学校很出名的，那有他照片。哎，底下的评论都在羡慕这个男生的女朋友呢。哎，等等，这个男生啊，是那个小学弟。陈姐，这个男生的女朋友该不会就是你吧？喂，雨桐。哎，橙子，你那横幅我都看见了。你们俩什么情况啊？这么高调，要不要我再给你们俩放个炮仗庆祝庆祝啊？我也是刚刚才看到。哎呀，这年轻人谈恋爱就不能稳重一点吗？啊，我现在还有事不跟你说了啊。哎，你就想这么把我打发了？这我话还没说完呢。那你还想说什么？快点说。最近手头紧，先来个100万的。关了。哎，开玩笑呢。作为你们两个的介绍人，请我吃顿饭总不过分吧？好，请你吃饭，坐行了吧？再见。哎，再等等，你这什么时候请我吃饭呀？你不能总开空头支票吧？今晚，今天晚上就吃，行不行？拜拜。静姐，我跟你说件事儿。嗯，说。我谈恋爱了，就是横幅上那小男生，你学弟。